彼如来国多珠宝树，或纯金树、纯白银树、琉璃树、水晶树、琥珀树、美玉树、玛瑙树，为一宝城，不杂余宝，或有二宝、三宝乃至七宝转共合成，根茎枝干此宝所成，花叶果实他宝化作，或有宝树黄金为根，白银为身，琉璃为枝，水晶为梢，琥珀为叶，美玉为花，玛瑙为果，其余诸属复有七宝，互为根干枝叶花果，种种共成，各自一行，行行相直，茎茎相望，枝叶相向，花实相当，容色光耀，不可胜视。清风时发出五音声，微妙宫商自然相和，是珠宝树周遍其国。